浅蓝色木门是台湾早期常见到的建筑特色，这个在泛黄老照片才会看到的景象，在真香饮食店也可以找得到。而褪了色的招牌说明老店的经历。早期客家民族因为辛勤劳动的缘故，所以在料理中加入油和醋，以增加香气，促进食欲。真香饮食店维持着这样的传统，热腾腾的米苔木配上大骨熬的汤汁下肚，立刻让胃温暖了起来。鹅肉沾上融合酱油膏的酸极酱，使得甜味更鲜明。姜丝炒大肠带着够味的酸劲，让味蕾受到震撼的洗礼。一道道客家菜，一盘盘传统美味，在这充满怀旧感的空间里飘香了多年。